8483，户名中华护生协会。生命电视与你一同追求真理，充实你的生命。接下来请收看生命法语。布罗那，善男子，善女人，发大善心，修习清净，行忍辱法。如是修行忍辱法时，如心平等故，即得平等波罗蜜，亦得一切众生平等波罗蜜，是菩萨成就心平等波罗蜜，地平等波罗蜜。六行、六立、六坐、六卧、六驾、六困，是有人来，六持西贫，六持毒贫，六持沸腾贫，六诸粪扫，六持灰炭，六持西流。六持烈火，对其头上，六对其身，菩萨以此不应清分，令心散乱，离生混秽，不应自言，我有何罪呢？又不应以恶心喜彼，但应一心求自利法，以所修事专心不暇。应当如是调伏其心，是人为义和因缘故，
此处西边独边回回来嫁我心，我心不依出不因缘离地痛恼。三菩萨时时应如是观众因缘法，什么人依此物，此物依什么人，依何物依，是人如是如是思维，不见有法。什么人是依者，什么人是受者，何者是法。如是正念思维观时，此彼不可得故，一切诸法皆不可得，皆不可见，是菩萨不得，不见一切法故，不生情分。四六菩萨如是思维，犹有清净心气，复应如是正念思维，何求因缘，使我心痛，是诸畜者为求何处。为何在一心？为何在一心？我应神观诸因缘法，观依空法。菩萨如是随顺正观诸因缘法，不见有法。什么人依？什么人修？依何不依？时菩萨动作是念，一切诸法种种因生，自性本空，定不可得。我当云何依无所得？希望法中得法作业，离生成慧，起行因缘。我今应生无清净心，修行无助，无起无生之法，
当官看法，不随我心。菩萨就是思维诸法，其心即然，清分不起。六菩萨六行六立六坐六卧六觉六困，是有人来以好比芳蜜芳道芳，以好名花也其身上。有意诸天莲花香妙衣珍宝璎珞，以服其身；有意天上甘美饮食，利益尽上。菩萨以此种种供养，不应生爱，令心贪着，不以此缘亲附其人，随顺其意，往来问顺，不应偏心离弃爱着。七菩萨以此应以定心，通达一切诸法平等，应作是念：我以众生不应嗔恨，不应爱念。所以假和经爱理书故事烦恼，我今以此不应生爱，应神通了诸法如是。所以假和诸烦恼中，爱缘所合，处罪为重，如是烦恼侵蚀骨髓，为依灵生结思法中，爱心念着，所以假和，所贪着思，若不随意，即生嗔恨。
告，人该自由贪爱其心，有勤劳者即生清芬，是故当知清灰即是恋爱果报，贪着即是愚痴果报。五金同理恋爱恶心，以自法中无所贪着，五点不为贪欲过下，不为情非过下，不为愚痴过下。十一，五动讲下自发真实，以自发相如是观之，虽所说中当如实行，但应依止业报因缘，以自供养苦恼事中，当知皆是宿业行缘。十二，故依自随顺法中不生喜爱，为业法中不生情分，但应清净其心，无所分悔，不能随爱随清随起恶法，得生依心。富人啊，菩萨成就此初法者，能得具足一切功德。好处，富罗那菩萨摩诃萨令离五欲，常乐出家，心顺出家，处向出家，不贪五欲，得出家意，离诸困恼，观处山拿，不施善法，菩萨成就此第二法，即能具足一切功德。好处，富罗那菩萨上学求法，求意达诵，以为求境界，偷得世法，不求得药，无业诸法。
二，求不贪欲，不益贪欲。三，求报清慧，不增清慧。四，求断牛齿，不益牛齿。五，求破交慢，不求起慢。六，求破五慢，不求断慢。七，求断五，五所法，不求精五，五所法。求无我法，不求已知我人众生寿命法。九，上求能得大智慧法，不求退失大智慧法。十，上求为得无定慧法，不为求得小慧法。十一，求得具足一切诸法，不求不具足诸功德法。十二，求如实法，求以读诵，是为正观，如所说行，为人演说，不求舍利，乃至不求称赞善哉，教导众生，令诸实法。不如那菩萨成就此第三法，令得具足一切功德。生命电视台肩负着传播佛陀觉音的弘法家业，同时也是海涛法师慈悲置业推广的平台与媒介。透过电视台无远佛界的传播，方才能将诸山长老法师的开示，以及南传、汉传、藏传佛教间的交流与活动，提供国内外十方佛子，更让有缘的社会大众便利地获得佛法资讯，听闻正法，共取正觉，为令如来悲智法水长流不绝，滋养大地有情菩提心田。
尤其为使海涛法师慈悲置业各项资讯长久推广，诸如弘法、护僧、慈善、放生以及印赠经典、免费素食等慈悲置业，皆得皆由生命电视台的传播之力，无尽传扬，裨益大众。敬邀十方大德发心护持，共襄盛举，以让生命电视台常续诸佛愿心，继续推动如来法轮，广利众生。护持请洽各地中心、道场、讲堂、书房，或洽03-989-8686，话拨账号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护生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成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